有人喜欢变形金刚，有的人则是喜欢小叮当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的特展呢，现在是在台北登场，不过才两个星期，竟然就已经突破了有10万人次前来参观。那么第10万位幸运听众，突破10万人次，哆啦 A 梦在台北真的有够夯，这一群幸运儿竟然还是来自香港的朋友。家是对家是不一样，香港没有，他说没有这个家。对，你在香港看过，又来台湾看。对对，因为很可爱哦。那个语音蛮呢，那个蛮呢，那个对，那个蛮呢，可以方便，可以马上从加拿大可以回香港，不用搭飞机。就是因为这些加码的场景，让粉丝来到台湾还要呼朋引伴再来看一次。不管是时光机出口来个合照，还是经典的画面前比个耶，不只是大小朋友来追星，就连小朋友放暑假也玩得很开心。因为他应该每一次都会放大暑假，因为他有很多的武器。真的是很适合亲子同游，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假，还有春节假期。哆啦 A 梦特展这100只拥有百宝道具的公仔，恐怕又要成为大家拍照留念的最佳人形看板。中天新闻洪淑妹、侯正伦台报道。